可以大大声一点。好，等一下，我可以过水吗？你也可以过水，也可以过水，可以过水，可以扶着。对啊。没事。好，我问问看。好，可以，不要在我打。都可以啊，就是如果我自己对，不要打了，不要打。对手的就是，好，另外一边没有扣分。好。三条。你过二十平，对啊，所以他过
谁过水？他啊，那过他，所以我才不会这么早啊。对啊，所以你就不应该玩碰碰虎，因为就玩。而且那一只五饼还落下来给他摸到，对，是这牌根本瞎打，瞎打，瞎打，瞎赢啊！跟陆月绝七万次，五穿黑挡煞，五万这边一张，那边一张，没有啊，有没有？五七万根本没有了，牌你没听到啊？你没听了。二五饼根本像这样算下来没有了，真的没有了，对不对？二五饼几乎没有了，还给他弄个自摸，我想说那个牌应该没机会的，没有二五饼啊。好，自摸一个底六分，恭喜六千。来下一场，自摸一台，底台一台，总结六台。第三场，哎，没想到第二场出现了一个变化啊！没天理，哎，张思明跟吴正走是他，对呀，干嘛过五？但我觉得也有道理，因为他牌太早了，太早，而且他胡就一分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屁股，他就一昏一昏，一分啊，就一过，就两分，一过他就给他自摸六分。最可爱是他过来问我们说我可以过，对，然后大家不知道他要听五饼，对，不是二五就是五八，对啊，就是他拼字谢了顶牌。好，知道吧？啊，太老实了。OK， 应该事先问清楚。嗯，对对对，来，好，马上我们来看看四箱的牌，先看黄宝兴的牌。你是被外星人附身吗？过水也要问，这娃别再呆呆地，碰杯风摸腕子凑，拼胡抢台喽！这娃想要追六台，拿到这牌可要先忍耐，边走边站看时机，门清自摸还是腕子凑凑摸来拼？哇哩嘞，这牌是被卡车碾过吗？想要整形成功，你是要摸多久？二五饼三六条，想听你还有的凑。人家小龙自摸六台，您要不要也拼一下？三六九万四七条，上张拼手气，门清自摸赚更多。社长，难，不要再告诉我们你要过水。好，要啦，刚刚有，现在也要。九万。人家观众会看不到你的牌。好，南风，洪总，社长今天是来宣传的。对啊，如果你打不好，我想没有人要报的，没有会很多人报的，对，我打不好，没错，快来赢吧。社长自己不会下去打。应该是会的。球员兼裁判。通通。请吧。一头。来平。碰一个。你们都打完，我才摸到两张。来平，七，